辣椒含有辣椒素及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物质，能增强人的体力，缓解因工作生活压力造成的疲劳。其特有的味道和所含的辣椒素有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的作用，能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，预防便秘。和鸡蛋放在一起做一道辣椒炒鸡蛋，既营养又开胃。做法是洗净的青椒切成小块，鸡蛋打入碗中，加入少许盐，鸡粉调匀，锅中注油烧热，倒入蛋液拌匀，将炒熟的鸡蛋盛出装入盘中备用。用油起锅，倒入蒜、葱、红椒圈炒匀，再倒入青椒，加入盐、味精炒匀至入味，倒入鸡蛋炒匀，加入水淀粉，快速翻炒均匀，盛出装入盘中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你还有其他更好吃的做法吗？不妨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。